啱啱咧 ，Jasmine 咧发生咗超级搞笑嘅情况。啱啱先咧，佢咧包紫菜咧唔记得落饭咯，唔好讲呢啲啊你。包寿司咧，佢唔记得落放紫菜喎，搞到咧要一个又嘥咗啲嘢喎。冇嘢嘥喎 ，sorry。嘥啲饭啊！我哋不过饭啊。不要啦，不爬啦，這個我們沒肯笑飯嗎？哦，卡！不灑人，是不是？卡！哦，卡！你手很髒啊！很乾淨，剛剛洗完手啊。很髒啊，你們。是不是在這裡？不是啊，放了雞蛋先啊。不爬啦，你們不要說了，好不好？雞蛋還沒切。贏啦！啱啱先又发生咗超级搞笑嘅情况，我真系嬲，跟住 Jasmine 喺度闹人，远啲啦你，听日先我 boss 啊，唔该，你再拉我俾食啊 ，Karen， 远啲啊嘛。好，我家姐唔食，等下我俾你食食。你唔好讲啦，我俾你食食先。吓吓，跳啊！唔准食啊 ，Jasmine！ No！ 你唔好讲我啊！走啦！啲屎啦妹，你仲有点搞啊阿哥？哦，咳。